江苏卫视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云飞。迎新年，奋发兔强，新年新气象，兔年新期盼。祝大家幸福安康，兔年前途似锦。1月22日，大年初一19:30，我在江苏卫视春晚等你，一起热闹欢腾过大年。祝大家元气满满，兔年交好运。